分手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决定了。我在门口找你有事。小布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别开玩笑了，今天又不是愚人节。你看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，我花了好长时间呢。对不起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确实很开心，但是我们真的不适合。你很好，是我不够好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你是认真的？嗯。以后我们还是做回普通朋友吧。小布，我知道我幼稚贪玩不成熟，虽然一直在画画，但生活来源都靠我哥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改的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地方不满意的话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们是真的不适合。不是哪里不适合啊？而且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你不能。分手是一个人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决定了。